我小的时候一直学习中国画，工笔和水墨都尝试过。比起工笔的细腻，我更喜欢水墨，更洒脱写意。而水墨中花鸟主题是我最喜爱的。中国人对花木的认识向来别具一格，认为花木是有灵性的，有其内在的气质和品格，这点对我有很深的影响。花文化的内涵，除了来源于花材自然属性的美之外，与书法、绘画、诗词歌赋以及民俗文化等等相关联，也很吸引我。中式插花虽然历史悠久，但由于一些大环境的因素，在体制、技术、普及等方面还是相对落后的。也许我能为之做点什么吧。这四个作品的名字叫做《Rebirth》，当然是2019年，我在加拿大主流的最大的一个 luxury 的一个 store，做的一个展览的作品，做了一些中国传统的东西之后呢，我会觉得想让大家看到一些中国新的一些花艺呀，一些艺术的东西，然后我就做了这样一个作品叫《Rebirth》，然后我就是用，原来我的一些旧的一些花瓶，然后我打碎了它，然后重新，用。钢丝啊，然后水泥给它进行了一个重造，然后在它进行再次创作的插花。那当时这个作品呢，就是引起了反正本地的很多一些主流的媒体啊，还有一些就是观众的喜爱。当时我就觉得特别骄傲，就觉得特别为就是中国这种插花的艺术感到骄傲。身边有很多人对中式插花非常感兴趣，我索性就开个班，让大家可以一起交流，教给他们插花的一些技巧，但我不会干涉他们的创作过程，最后每个人呈现出来的作品都不一样。在此时此景中，加拿大这美丽的枫叶正是一个写景的作品。我用了秋天的牡丹菊做焦点花，搭配了常青的松枝。整个作品描绘了一幅秋色正浓的景象。其实插画的过程就是一个人不断修炼自我的过程。所谓花道、茶道，应是殊途同归的。想要插好中式插花，内心的平静、深厚的文化底蕴、文人情怀以及传统审美必不可少。除此之外，为了更好地在异国宣传中式插花，我也会在传统的技法上做一些创新，比如选取一些中国和加拿大共有的有机材料作为元素。我现在将这样子的比较细的竹篾，然后打进竹子的这个孔里。我要营造出一种蝴蝶围绕着花的感觉。那今天我将会使用到的植物呢，就是竹子和菊花。这样一个大概的插花的结构就完成了。剑山是东方插花常用的固定工具。剑山的前身呢是。在清代的作家沈三白，他的作品《浮生六记》中有记载，用铜钉然后固定花材。这个作品结合了传统中式的一些花文化元素，比如竹子、兰花，在此基础上加了一些现代构型。用蓝色的蝴蝶兰围绕着花做主题，描绘了一幅花香扑鼻的景象。美人在骨不在皮，人如此，花亦如此。相比西方插花的浓妆艳抹，东方插花更追求意境。一件好的花艺作品能引起观者精神上的美感共鸣，而意境这个东西，就需要我们从中国传统美学去吸取养分，连同书法、绘画、雕塑、音乐等各种艺术中去学习，慢慢的积累，
你的意境自然而然就有了。